萧敬腾每一次上节目喉咙都有状况，对，他每一次唱完歌都要说今天唱不好，因为他就白天的时间唱歌是比较少都不好，所以他到底几点才算是他可以喉咙好的状况？他大概他平常接班大概都七八点以后晚上，所以他可以唱到凌晨就 OK。 现在下午已经是下午六点钟，你还不行吗？啊所以下午六点还不算开嗓的时间是不是还不够？喂，越晚越好，越晚越好，是不是？什么什么歌？台语歌。哦。OK， 我们欢迎萧敬腾哦。草丛那
是有时随风乱云飞。就他说他今天不能唱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有没有任何一首张信哲的歌是你今天的嗓子适合唱？嗯，没有。是因为张信哲的歌 key 太高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今天不唱 key 高的歌？对。那为什么不降 key 唱？就很难听啊。